Spider-Man does whatever a spider can. Spins a web any size, catches thieves just like flies. Look out, here comes the Spider-Man.我是来自皮影俱乐部的周丹静，然后我现在是入住在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的大师工作室当中。我是一名皮影文化的一个普及者。其实我在我学生时期我就有接触到皮影，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皮影还挺有趣挺好玩的，也蛮对我胃口的，然后我就在那个毕业的时候我就选择留在皮影公司，然后了解了一些皮影的一些历史和它的生存现状。我觉得皮影它现在是需要普及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想利用自己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去帮助皮影普及。有过迷茫，因为那个时候为了普及皮影，然后我开设了一些相关的课程，但是那个课程用那个时候用的都是一些传统的那些影友的形象。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就是孩子们对这些东西都不是很感冒，我在讲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很认真的去听。我后来就是在工作室的时候跟范老师进行了一些交流，然后把我的疑惑传达给了他。我们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有牵扯到什么呢？一个就是小孩子对最古老的这一种故事情节上面有一定的迷惑啊。我们的皮影戏是纯传统过来的，那么我们可以从当代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我们这一种那个动漫上面的故事啊，都可以化作我们的皮影戏里面。我之前听了方老师的意见之后，我对课程进行了一些改变。影友的造型需要符合他们的审美，故事也要简单易懂，要寓教于乐，所以我在人物形象和剧本上进行了一个再创新，并且将制作的工艺简化，让孩子们也能够体验到制作影友的一个乐趣。现在呢，我通过电脑来绘制整体影友的形象，并把传统皮影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改良，简化了这些工具。原本需要用的牛皮我找到了新的 PP 板材来代替，这样就不需要再通过五皮、鸭皮、胆皮、过稿、雕刻等这些复杂的制作工艺，花费非常久的时间才能够制作出一个银偶了。在孩子们不懂得银偶结构的情况下，减少孩子们出错的概率，也同时保障了他们制作时的一个安全。颜料我也将矿物质颜料用水彩颜料进行了替代，用他们更加熟悉的材料去进行绘制，使他们能够更加的脑洞大开。创作了新的形象，并且将这些繁琐的步骤都省略之后，我发现孩子们对皮影更加感兴趣了，也都想创作属于自己的影偶了。我们这块是在做创新的，然后你像说刚才说的陕西、广东，然后其他地区，他们也有一部分人是在做创新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他还是在做传统的一些皮影，比如说那些传统的唱腔和传统的一些表演技法。我觉得创新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做，然后去普及皮影这个东西，但是我希望他们地区的皮影能够原汁原味的那些东西还是能够保存下来的，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的一个遗产，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